晨晨在音乐方面也是有自己的节奏，现在有没有准备新歌的打算？有，可能就是明年想给自己留一段时间，就是好好去筹备一下吧。对，会筹备出一些贾玲姐喜欢的歌吗？是大家都喜欢的，但是我估计玲姐应该不太会喜欢。我估计玲姐应该做一首她会喜欢的。对。好，那晨晨如果给腾哥讲一个应援口号或者一个 title 会是什么？腾哥呀，腾哥的应援口号，这个确实有点难。腾哥，学富五车。好，怎么了？我随便。不愧是年度什么导演？年度优秀导演。沈腾，最爱程程。哎，这行，好，这个可以。就是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程程到现在的微博简介都还是希望我早日能够成为最想成为那个人，永远追赶的目标沈腾。是。这个是在还是2021年的时候，王牌玩游戏失败的一个惩罚，到现在还在写着。对，你看看，还是。一如既往的仰慕腾哥，还是真心话哈。对对，那你现在觉得离这个目标还有多少米？还有多少米？那还是差了很远了，离哥哥。但是也是在一直在追赶的路上。嗯，你回看我录你节目的前期的时候，我对你还是很第一期请尊重什么话？有，不好意思，我忘了，sorry，给我们弄醒。不是，我没有看到的，我米娅，没事吧？米娅，sorry，我真没看到。